欢迎收看106年1月18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的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攸关南北高雄都市发展的第71期市地重划开发案工程，在18号上午，市长陈菊的组织下举行了动土典礼，也立下了铁路地下化的一个新里程碑。市府公安局推出今年的小提灯往来机，将在2月11号元宵节当天发放。今年的烟火秀也很精彩，不仅有中高低空烟火，还有结合山海和美景的大港西湾花火秀。政府力拼新南向政策，高雄大学早在11年前就开始布局越南、泰国等地，并且在18号正式揭牌成立东南亚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产官学合作的大平台。首先来看到第71期市地重划工程，在18号上午，市长陈菊的主持下举行了动土典礼，而这也立下了铁路地下化的一个新里程碑。这项攸关南北高雄都市发展的开发案，象征铁路地下化后都市缝合工作终于启动。不仅市民引颈期盼，就连市长陈菊也在致辞中表示，希望能在卸任前看到长什么样子。请动敲。第一敲，祝工程顺利。攸关铁路南北都市发展的重要工程，也就是第71期市地重划，18号上午在市长陈菊的主持下举行了动土典礼。这期的重划工程将提供新的高雄车站专用区，还有未来商业发展的腹地以及公共设施，尤其是新车站完工后，必定是高雄的新地标。从高雄，我相信免过三等五等，高雄规个。所有山民，所有铁路，原来铁路的沿线，拢总无共款。啊，未来这是高雄的黄金的所在，吼、哦，所以讲我感觉，透过咱共同的拍拼，吼、哦，高雄的景观180度的改变。市民所期待的铁路地下化工程原本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但却一延再延。现在周边的土地开发案动土，目标在107年完工，象征铁路地下化后都市缝合工作终于启动，也立下了铁路地下化的一个新里程碑。对此，市长陈菊也期盼在卸任前看到第一阶段的样貌。至少市长爱看会到。第一阶段一定要完工，这是高雄人的美梦。我都甲阮的干部局长讲，讲市长拍拼12年，你至少嘛，互我看讲第一个抗战，啊是西做硬币，安尼所以讲。绝对也完成。第71期重划区面积约25公顷，南以建国二路、北至九如二路、东起民族一路、西至哈尔滨街为界。重划后可无偿取得9公顷的园道、公园、道路等公共设施，提供包含了商业区、车站专用区等，可消弭铁路两侧阻隔不连贯的都市发展现象，缝合南北都市纹理。开辟15条道路。总长度呢是2060公尺，其中比较重要的两条道路呢，第一条是这个中山路平面顺街博爱路，那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自由路经过重划区呢，然后接复兴路。咱的沿道有水廊，还有绿廊，包括就是咱专用的自行车道，包括就是讲你咧行路的步道。哦，这整个哈整体上的布设，我们的一个铁路地下化的计划呢，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最后一个火车头驶离台铁火车维修站，象征即将迈入新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高雄市民引颈期盼的愿景即将实现，不仅能健全南北高雄交通及带动周边商业活动，也可以提升土地及经济产值。港东新闻李正道、徐婉珍采访报道。更让人期待的是，即将在大年初三登场的高雄灯会艺术节，今年活动依然很精彩哦！不仅有连续4年的万人提灯大游行，当天还会发放超吸睛的旺来机小提灯，而民众每年都很期待的烟火秀，今年不仅把高低空烟火分为每天2个场次，还有全台唯一结合山海和美景的花火秀，一直要陪民众热闹到元宵节。
色彩缤纷的公鸡再搭配上灯光，让人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这是今年市府观光局推出的小提灯旺来鸡，想要带给民众幸福好运旺旺一整年。想要拿到这么漂亮又可爱的小提灯，那就要在2月11号元宵节当天来参加全台唯一的万人提灯大游行。这是我们的灯会的小提灯的亮相。那这个小提灯呢，我们称它为旺来鸡，所以我们所有的游客或者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万人提灯大游行，都可以来领这个旺来鸡。即将迈入第四年的万人提灯大游行，每年都吸引不少国内外的民众参与。30个队伍将在元宵节当天带来精彩的演出。另外，灯会的重头戏当然就是欣赏绚烂的烟火。今年将首次分为中高空及低空烟火，每天晚上有2个场次来释放。每一天的7点有一个低空的烟火。那每一天的9点半呢，在光荣码头都有这一个中高空的这个烟火。那这是首次的把这个低中高空的这样的烟火呢，把它分开。为了丰富高雄灯会艺术节，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今年特别规划了大港西湾绝美花火秀，是全台首创结合山海和美景的烟火秀。1月30号、2月4号的晚上10点。2月11号的我们的游行结束以后呢，一样在这个晚上，就是凌晨的12点呢，我们有这个大港西湾绝美花火秀，10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布弹的长度，这也应该是全国的首创。另外呢，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港嘴，在双边的海堤来做这样的烟火的释放。今年高雄灯会艺术节以幸福激励为主题，将爱河沿岸分为5个灯区，布置各式各样的造型灯，多达100多座，展现年节欢乐氛围。我们的艺术灯区就有传统的布灯灯，以及呢我们的创意灯饰区，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宗教灯区，以及呢我们的创意灯饰的比赛区，另外还有我们的全国的这个学校的学生的创意灯饰的比赛，每天大概有20位的街头艺人会在现场表演。当然我们也搭配灯会这样的气息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呢，我们也配合了这个布置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高雄灯会艺术节将从1月30号起到2月12号在爱河沿岸登场，要从大年初三开始陪伴大家到元宵节，欢迎民众一起来灯会到老嘞。港都新闻李正道、徐婉珍采访报道。近年来，政府力拼新南向政策，其实高雄大学早在11年前就开始布局越南、泰国等地，并且在18号正式成立东南亚发展研究中心。在揭牌仪式中，校长王学亮宣示，中心将以人才培育、产学联结、情报智库3大运作方向，成为产官学合作的大平台。请揭牌，3、2、1。拉下红布幔，高雄大学东南亚发展研究中心揭牌启用。校长王学亮表示，早在2006年，学校就前进越南开办 EMBA， 提供当地台商进修管道。另外，也在校区设立越南语组，以及提供免费粤语、泰语、摩克斯线上教学。这次中心成立，更将让师生走出去，人才带进来。我们希望培育人才，然后跟产业可能够链接，然后希望提供成为一个情报智库。那我们希望产官学研都合作，配合政府，配合台商，配合学界业界，我们一起来。中心另外一项任务是成为台商情报智库，比照美国商会、日本调研运作模式，搜集印尼、越南、泰国各地校友分享的第一手商情，并且加以分析判读，作为台商前进投资市场的重要参考。对他们的法律规范，他们的一些比如说风土民情、一些习俗，还有包括他们政府的组织运作，甚至台商的人脉网络，那这些研究我们就很需要有一个智库，一个专责的单位来提供。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市民朋友，就是求学的也好、就业的也好、求财的也好，有更便利的一个资讯平台。他们是15年前他们就已经在琢磨了，所以他今天才有这个资源，也有那么多人可以共襄盛举去参与他的东南亚中心的一个揭牌仪式。因应政府力拼西南向政策，教育部砸下10亿元培育人才，高雄大学争取相关经费，预计今年暑假开办夏日学校，招收越南高中生及大学生来台密集研修2周。我们跟
泰国兰石大学已经有 EMBA 合作，所以暑假会开始开课。那目前也打算招一些专班，把外面的人才带进来，所以我们双向的互动了。高雄大学凭借培育南向人才已经超过11年，这次响应西南向政策，成立东南亚发展研究中心，整合产官学资源，培育东南亚通，为力拼西南向立下重要里程碑。东南亚发展研究中心赞。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接着关心到高雄盐城区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当高，子女大多也外出工作，长辈们独居情况相当严重。盐城区育人里里长联合21个里发起敬老关怀团员联合参会，将邀请近300位独居长辈及边缘户，在岁末寒冬之际感受社会的温暖。走进狭窄的巷子里，里长前往屋内探望独居长辈，邀请他参加敬老餐会。咱来一个盐城国小遐，啊，做伙食饭哦，你也记哦。嗯，对啊，对啊，介好。哎，伊对，你来哦，足漂过个。盐城区因为繁华褪去，年轻人外移严重，留下的大多是年长的长辈，在岁末寒冬之际，最需要社会上给予关怀。因为我们盐城区是也是蛮早一个发展的区域嘛。那就是现在在区内居住的大部分有，我看接近有20-30%都是老人。玉成里里长和哥哥光明里里长都是高雄市福乐慈善会的前后任总干事，非常热心公益，一起举办过多场物资捐赠活动，希望独居长辈和边缘户都能够衣食无余，平安度过寒冷的冬天。今年特别以社区发展协会的名义，结合各方资源举办敬老餐会。岁末的时候呢，能够协助一些我们的区内的一些长者，然后一些独居老人，还有弱势民众呢，能够邀请他们呢，来共同，那我们聚在一起，那就是做一个聚餐，帮助他们就是，把这个过年的气氛哈，心情上面能够再加强一点哈，那我们觉得有人在跟他们在一起作伴，这样小小的爱心哈，把它全部说集合在一起，还有当然包括有一些比较有善心人士他也在默默的一起这样一起帮忙。餐会将在盐城国小大礼堂举办，获得校方全力支持。除了募集餐食经费之外，爱和一家咖啡广场业者也协助安排街头艺人表演，让长辈们在愉快欢乐的气氛下饱餐一顿。有赞助的有很多啦，也都是我们地方上热心就社会福利的这些人士啊，在他们黄金爱河专属演唱表演的一些艺人，那到时候他们都会准备了他们一些歌曲啊，还有一些表演节目。现在的盐城大街上看起来人来人往，商业气息复苏，不过巷子里深藏着独居长辈和边缘户。盐城区各里联合举办敬老餐会，让这股暖流深入巷弄，温暖他们的身心。港都新闻李正道、赖昌邦采访报道。各位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金鸡报喜迎春风，又到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有个全新的开始，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财运亨通，心想事成。一步一脚印，深入在地，记录时事，掌握高雄脉动。周一至周六晚间6点，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新的一年开始，明德啊，谭家来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事事如意，金鸡年合家平安，恭喜发财。
您喜欢吃菱角吗？菱角松软绵密的口感，不论是煮汤或蒸熟都很好吃。要说到菱角，就不能不提到左营最有名的菱角伯曾春峰。种植菱角超过一甲子的他，虽然感叹现在左营区没有种植菱角的地方，却坚持在仁武种出香甜可口的菱角。最后赏味期就在过年前夕，想品尝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一颗颗菱角在阳光下透出深紫色的耀眼光泽，这全都是来自仁武八卦寮最新鲜的菱角。不过您可知道，早在数十年前，左营许多地区可都布满了菱角田。伫迄个左营下来到鼓山啊，有三条路，有一个赛光庄路，还有这座新庄啊路、大门路。眼前这位身体硬朗、气色红润的阿伯，就是人称菱角伯的曾春峰。要说起左营最会种菱角的人，非他莫属。难怪许多老饕客都指名要吃菱角伯卖的菱角。今年还没有买到他们的菱角，我特地跑来了买的。他吃起来怎么样？他比较脆，甜。有较甜啊，你家食看卖，哎，食看卖，有较甜就对了。寒天的慢起来吼，你食较无食甜，食较好食啦。啊，所以咧，大家拢爱食阮的菱角。现年90岁的菱角伯说起菱角满是骄傲，靠着菱角养育子女，如今也卸下重担，担任指导的角色。老蒋的吼，未过来到台湾日本时代，我就开始咧卖菱角，和我兄哥卖。我今吼89，哎呀，想我倒来吼，你三菱角啊，款菱款款的，这囡仔、这祖囝囡仔，大家去卖安尼。大家最爱吃我们的菱角啊！口感松软绵密的菱角，不论煮汤、蒸熟、当零嘴都非常美味。菱角伯也在场分享高雄菱角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秘诀。干甜的菱角是今麦台湾哦，干甜的菱角盖济啦，几啊百家。啊，几啊百家的时间哦，伊遐的菱角哦，慢开，虽然讲哦，较无食咱南部高雄的这较好食，迄就是土质的关系。好的水质与土壤是种出香甜菱角的不二法门。看阿姨们快手剥开这扎实饱满的菱角，您也忍不住想尝一口吗？快把握最后过年前的赏味期哦！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接着来看到高雄市正修科技大学附设幼稚园，每年农历春节都会排演一出迎春吉祥舞蹈，迎接新年的到来。只见每位小朋友动作扎实，敲鼓跳舞，大说吉祥话，现场洋溢浓浓的过节气氛。老师一声口令，扮演小金鸡的孩子们热热闹闹进场表演。迎接今年的到来，幼儿园老师特别编排这出舞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教导这群小朋友。除了小金鸡活蹦乱跳，还有人提着灯笼捧着汤圆进场，格外充满传统过年的气氛。我们第一首舞马呢，就是金鸡报喜，希望呢观众看到第一首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金鸡啼叫的时候，带来给大家新的气息，跟那个就非常喜气，非常喜气这样子。小朋友不仅表演迎春吉祥舞，还练就一口吉祥话，赶在农历年节到来前祝福长辈平安健康。看我开不开心？开心。哦，拿到几个红包？三个，拿到红包开不开心？开心。这样子哦，那可不可以说句吉祥话？年年有余。还有呢？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平平安安，年年有余。那今天拿到几个红包？6个红包。六个，有没有开心？有。他们这样表演呢，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演练，而且非常自然的一个流露，喜气洋洋，展现我们一个新春愉快的这种心情。科技大学附设幼稚园教学强调团体互动学习，看到小朋友表现优异，市长也大方送出红包，祝福新年快乐。表演起来，每个小朋友都很可爱、很天真，然后就可以让那种现代人那个压力可以就是稍微放松一下，
哎呀，感应一下现在这个过年气氛，就看起来很热闹，很好这样子。孩童们拿到红包开心不已，最高兴的莫过于一旁的家长，看到自己孩子迎春吉祥舞跳得这么精彩，想必过年时还会送上一个大红包。港都新闻宋佩成、王思武采访报道。农历年节脚步接近，许多企业社团也发挥爱心关怀社区长辈。唐荣钢铁公司工会成员一行多人17号拜访前镇区竹溪里社区关怀站，用实际行动表达关心，谈笑之间也让长辈感受到关怀。今天的小天山唐冠宏冠冠汤健康康南啦。有别于活泼热情的带动唱方式，像这样你念一句我念一句的互动模式，让长辈感到很新鲜。哎，做早餐，哎，早上起来做早餐，哎，好，阿你们起来。赶在农历年节之前，唐龙钢铁公司工会一行多人关心社区长辈，特别前往前镇区竹溪里社区关怀站跟老人家相见欢，不仅互动热络，还准备好吉祥红包一一发给现场每位长辈，让他们感到就甘心。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带动一些老人的关怀活动，公司工会都很支持这个活动，让这种有意义的活动爱心能继续延续下去，来关怀一些 这一些老人。我们非常感谢唐龙公司长期以来对弱势的这个关怀，我们也希望说还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关怀我们社会的弱势，跟我们所有的台湾的社会能够结合在一起。唐龙公司每年都来举办这个爱心的关怀，很感谢身为社区这个老人家，深深的体会到企业对关心的老人的来帮助了，谢谢。双方还互赠礼物维系友谊，也让社区关怀站多了温馨气氛。港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您知道越南人过年吃的是粽子，拜的是西瓜吗？越南新住民陈林凤和同乡的新住民姐妹们长期推广说妈妈的话运动，深入校园教导新住民子女们了解越南话与越南文化。农历年将至，陈林凤如何用越南的味道来增添这座城市的新年滋味？本周三晚间9点，高雄都会台越高雄将有完整播出，透过港都新闻镜头先睹为快。普通国小会成立这个班，是因为，我们学校有60几位的外籍配偶的小孩子，那光越南的部分就已经占了31位。那当初会想开这个班，想说，因为小孩子回家可以跟自己的妈妈可以好好的沟通，有时候回到外婆家，也很在语言上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隔阂。妹妹，那妹妹，就是恭贺新年，好来新年快乐。除了这个，我们就还可以吃了很多，但是重点是你们小朋友最爱玩的。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叫做蘑菇嘎顿，我们姐妹就是非常喜欢玩的，也是过年的时候大家的娱乐方式。那我们玩的时候也很开心，就是说蘑菇嘎顿就是鱼虾骰子，每一个图案就是有一个名称，那我们就会用糖果或什么压宝放进去摇一摇，摇出来那个图案，出现那个图案的那就是你中奖了，中奖的时候我们就会送给你这些糖果或者说是这些礼物。人跟人呢之间呢，还有台湾跟越南的文化其实有一些差异啊，就是差异就会形成到就是多元文化的一个融合。像这10年来，台湾这边在推广我们多元文化的部分，那所以就是很多文化都会融合融入在台湾，台湾也是开始慢慢去接受跟接纳，跟开阔台湾的一个视野。所以每个人他都会买一盆栽放在那个门口，还有祝每个人年尾会别。看看
两藤舞，耶！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各位观众朋友平安健康，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新的一年开始，文水在这祝福大家心想事成，事事如意，金鸡年合家平安，恭喜发财。你的声音需要被听见，高雄的未来不能没有你。高雄的大小事需要你我一起来关心。请听在地声音，关心在地生活，就在高雄现场。每周二晚间九点，在第四频道的高雄现场，等你来call in。修旧到底，爱护环境，厝边头尾讲有笑，美丽社区有你有我，快乐最伴。每礼拜四夜晚九点，请准时收看，最爱你的公立福利站。